Hello AM 730嘅观众，大家好，我系 Gigi 严明希，希望大家会期待我嘅演唱会同埋新歌啦。无论系歌曲上面啦，定系话服装上面啦，又或者舞蹈上面，可能每一个部分都有少少唔一样。然后因为其实歌曲上面咧，系我有好多首歌都想唱俾大家听，但系第一场就冇咁多嘅时间，或者冇咁多嘅机会可以唱俾大家听。咁所以希望第二场或者补场都可以唱俾大家听。嗰首歌咧，其实都是一首普通话歌来的，然后都算是一首励志歌。然后呢还有什么然后，就是红，我原本想带给大家听，或者那首歌其实我都在大家面前唱过很多次了，但是这首歌就没有，还有它的意思都挺贴合，所以我就想唱这首歌了。它是一个组合来的，这首歌是一个组合的歌曲来的。其实有一些自己的歌曲呢，就未必想可能在这个演唱会上唱到，因为那时候开会的时候，导演跟大家说，有些歌曲呢其实我是想 Gigi 唱的，但有些歌曲呢我就未必会想在这一个演唱会上呈现给大家听。所以呢，有一些歌曲我们选取了唱，有些歌曲我们就选取了不唱，因为我觉得时装或者是音乐上面或者是其他都好，其实每个人喜欢的都不一定，所以其实服装上面都一样。我就已经预了之前那些会被人说的了，是因为我觉得跟以前那个自己是的确有一个很大的对比，还有可能有些事情会做到比较极端一点，就是偏极端，又不是说太极端，就是偏极端。所以有一些人一定会喜欢的话就非常非常非常喜欢，不喜欢的话又非常非常非常不喜欢。所以我已经预好了有这个情况出现，所以当大家有评论的时候，是好的评论或者是不好的评论，我都已经预料了。所以就希望在这个期间我自己都可以再试多些不同的风格，慢慢从而去找到真的属于或者是真的适合自己的一种感觉。然后这个呢，其实当我试上身的时候，又没有出镜那段时间这样的呈现方法，因为那段时间是没有化妆又没有 set 头，所以呢整个感觉是没出到来的。但是当我试的时候，因为之前没有试过这样风格的衣服，是会有少少震惊的，但是呢亦都会有一些保留，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又或者好喜欢。所以到后来因为觉得自己都没有尝试过，还有我自己都喜欢挑战尝试，所以我到最后就穿了出来给大家看。当然有一些是当真做得未够好的，亦都会吸取过一次的教训，希望下一次会再做好一点。当然在性感方面一定是要有一个健康的性感，可能没有打底那些，即是例如有一些是，但当然我都会取决于那个情况算不算取，但是通常暂时在现今去到现在我都是会使用打底的一个习惯的。但是有些例如我演唱会第一套衣服是一套银色好像战服那样的，那时候其实是会有一个里布或者是那种透明的纱那种肉色的布在那里的，但是呢那时候我就选取了最后就不用在前面，因为其实它不算说很低胸，也都是我觉得如果加了块布又没有它本身那种出来的感觉那么好，所以我最后就跟设计师的前辈沟通了，说可不可以不用这一个形式去呈现。新歌其实这首新歌就没有说想着在演唱会上出的，因为这首歌其实很久之前就已经夹了，在我出自己个人的三首歌，即包括 Little Magic、 打开眼界、 Only For Me 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那个阶段选择了，但是我是没有想着选这首歌，是因为
嗰陣時 A&R 俾我聽嘅時候，我鍾意呢一個旋律，但係我未必喺嗰個能力度可以去 carry 到呢一首歌，咁所以我就一直冇揀到呢一首歌。咁然後到 A&R 後尾再同我講話，我真係覺得你可以去試下呢一首歌，呢一首歌真係適合你。咁嗰陣時我就好啦，咁我就唱啦。但係我到而家都仲係未滿意自己出到嚟嘅效果。100% 冇可能，冇錯。點？因為咧，其實咧，嗰陣時係應該係我哋大家係倒數嘅時候識嘅，但其實我同佢冇乜交流，其實同埋我通常第一次見人，尤其是係男仔咧，我就好少講嘢，因為可能唔知道我性格係咪比較內向嘅關係咧，我就其實第一次通常見到大家，我都唔會同人哋傾偈嘅，因為比較怕醜，咁所以就冇乜交集啦。咁到但我哋都有咁样点头嘅，你好，你好 ，Lori。咁然之后咧，到后尾我就喺社交网站见到佢有关注我，咁我就会关咗。咁之后其实都冇乜点样，即系冇倾偈嘅，你就会揿入去睇。咁所以自己都好随意咁样去俾 like， 见到就 like 咁样。咁所以我觉得系非常之随意嘅一件事。咁但系咧，经过今次嘅教训咧，我自己都会检讨一下，就系唔好随便 like。尤其是系前几日呢一个风波完咗之后咧，情人节，咁我就见到大家都有出 post 啦，咁我就惊咗咯。我情人节嗰日几乎冇乜点样 like， 除非有一啲真系冇绯闻嘅，我就 like 啦。如果大家如果真系见到我有呢一个状况，麻烦大家即时 cap 图，我应该系唔会做呢一个举动嘅。是你中意乜嘢类型嘅男仔？好嘅男仔，想做？因为其实我唔系咁认识佢，亦都系即系冇同佢太多言语上面嘅交流，因为净系肢体动作点头，咁所以其实我哋冇乜点样去，即系其实唔系话。我相信可能佢同大家我系识大家耐过佢，咁所以我根本就唔知道对方嘅底细或者对方嘅性格或者对方嘅一啲嗜好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唔可以咁轻易地去代入呢一个爱河咯。都会嘅，即系你可能对嗰个人有好感嘅，其实男同女都系，即系当刻可能佢会俾到我好感，咁但系。都是需要去时间去证明，或者是那一段时间我们工作的时候，本身我对这个女仔没什么感觉的，本身我对这个男仔没什么感觉的，但是看到他的东西又做得挺好，然后他又好像很好人这样，那你就会又有一点加了好感度。上到大学有很多都需要 group project， 我自己就可能未必会carry 到，不過有陣時可能做單日以功課好過 group project， 因為 group project 係要大家一齊去完成嘅事情，咁我又好驚自己做得唔夠好，咁所以咧其實有好多組員都會去盡力去幫我，咁同埋我都覺得呢一件事情，即係暫時喺大學一年級就已經可以大家咁體諒到我，我就覺得非常之好啦。其實係，同埋因為我本身用嘅語言唔係英文，都會有一啲障礙喺度，咁所以有陣時可能自己會忽略咗嗰一件事情，都唔一定。咁所以有陣時佢哋用開英文嘅朋友又會同我去講，有啲唔用開英文嘅知道有呢一份功課要做嘅，佢哋都會盡量去睇。其實都還好，但係未去到最好。咁當然我覺得上次颱風演唱會。暂时取消咗一场，其实对我嚟讲都系一个好好嘅体验，冇错。咁第一次演唱会开完之后咧，咁因为之前都系有继续翻学，又拍嘢，又要工作，又剩，咁所以其实已经令到我体验咗一次。咁希望今次有咗上一次嘅经验之后，其实可以更加好地去策划，因为自己喺预期之内，亦都比预期之内做得好，所以我自己都估唔到自己
在这个阶段都可以拿到这个成绩，其实已经是开心，因为是在合格的预期内。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记得按个钟仔啊。